赛蒙文，我想给你师傅做顿饭，可是我怕我不行。啊，你一定能行的，除非不行。啊，对，菜就是这么炒的啊，加一点点盐就行了，再放一点点胡椒。啊，这一幕怎么看起来这么和谐？啊，又把厨房点了。刚修好的厨房啊，我是真的想好好给你们师傅做顿加了爱的饭。师娘，这厨房你就别进了，咱们师门穷的都要喝西北风了。娘子别努力了，你不是那块料，既然娘子这么想学，不若晚上我单独教你啊。太脆弱了，我上辈子一定是一片海苔。我太脆弱了，我上辈子一定是个玉米片。